哎，这个目前两张六桶只剩两张哦，红中压对。红中其实六桶是有机会打，有机会。他这样打就设定在五八桶哎。对呀、啊，那还不那就不会打，那就不会守住了。但是还有两张六桶，那目前也只有一张停牌。这是这个八锁，如果是美丽听摸到就停牌。露露的八桶可能下一手了，四万先跟哦。露露他这个他现在应该是有听牌才会冲了，没听牌应该听牌三六桶，那一张六桶靠自己了，靠自己了。因为对前面有人哦，前面掏剪五郎六桶 hold 住，只剩绝六桶。条子要不要先打一张？九条先跟下家打，也可以先打西风啦，我觉得不是问题。二万碰起来听牌，七笔，两张，不错，反而是最漂亮的，因为六桶剩一张、啊，三六桶。三桶剩多少？一张，一张，对，各一，两张就一样多了。杠上，绝六桶，没事，四条，下不下得去？应该可以啦。一七都刚被打过啊。对，还是下哦。对，一七都刚被打过、啊。南风，那反而是彭宏满手枪张啊，除非要进五桶没事。拆红中了，七桶被他摸走，锁住，那还有一张七桶。一张七桶跟一张六桶，一张三桶，一张三桶，都各一，听牌的各一，没听牌要把牌扣住，但没听牌如果进五八桶就蛮不错的，红中再打吧，哇，听五八桶，进八桶，进听五八桶，红哥这把守的不错哦，对，如果因此自摸的话。就要给他一个精华，他刚才在念说、啊，打了三年都没什么精华。恭喜精华，真的自摸。你看散枪就是他的了，他从六桶也是枪，七桶也是枪，然后他决心去拆红中打。一听就摸，一听就摸，摸八桶又摸五桶，对，恭喜彭红。红中队也猜得很果决啦，他也完全因为也没见哎、欸，所以其实也是有风险。是啊，是露露刚好没听对到。对，一般人可能还不太敢去冲这种红中队哦，未必敢打，未必敢打，我可能也不太敢打。但是我如果是天生一对的红中的话，我是敢下的。但我觉得他是认为秉直那边比红中更难打，没错，因为我就算六六七七，我选六一张。或七，那还会过了啊！我再进，我还是要再打另外一张，对，这其实蛮难的。